兄弟们，大事不妙，大事不妙了呀！这次我改善了几个奥特曼橡皮人偶之后呀，然后今天我上厕所的时候，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？飞鸽传说，你们看，后面还掉了一个橡皮人偶哎！这飞机不会是从这边飞进来的吧？这太厉害了，兄弟们，这么高都能飞进来，现在的粉丝真是牛啊！这旁边还写了字，我们看一下。小韩寒大聚会，听说你橡皮人偶改车很厉害，我买的橡皮人偶第三弹开不出隐藏款，麻烦你帮我把奥比优斯奥特曼改设一下。我在你家门口放了能猜出布莱泽奥特曼的卡包。哎，这个是奥比优斯吗？白乎乎的看不出来呀。哎，对了，在我家门口放了卡包，我去看一下。来，我们把门打开。哇塞，兄弟们，是一整盒的传奇。哎，不对，这个是豪华卡包吧？豪华包，16包豪华耶！粉丝说这里能带出最新的布莱泽奥特曼，那既然粉丝这么相信我，我们就帮他改设吧。糟了，出大事了！原来发送这三个玫瑰花表情，就能召唤出来一个超级玫瑰花了。现在你们的手机里应该都有这个超级玫瑰花了吧？另外，按照顺序点击这两个地方，小星星它会变成玫瑰花，快去试试吧！来，让我也来试一下，输入。你们看，帅不帅气？是不是跟卡片上的一模一样呢？那如果你也想让我帮忙改车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哦。